为什么要做这个主题呢？龙正，今天要做的实验是碧蓝之海。这个是碧蓝之海的白开水，96%的纯水，80%的还会被别人给嫌弃。这个是碧蓝之海的乌龙茶的茶底，我们今天就要带这个出去试试看，会不会大家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把它真的当成乌龙茶跟白开水给它喝下去。我们先来实验的是点火的部分，因为上一次我们影片呢点火这件事情失败了，那如果想看我们影片的话，上面有连结可以点过去看看。那今天呢我们一样再来实验点火这件事情，我们先调上一次的乌龙茶出来。那因为有观众跟我们留言呢，火点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温度不够高，我们就先来调40%的乌龙茶，它点不点得起来。上一次有人讲温度不够高嘛，所以我们这一次用防风的打火机直接喷。这样看得到吗？我火光直接在酒上面喷在上面，酒上面有一层火光，有烧耶、欸、有啊有耶、欸、一点有耶、欸、有烧起来了耶、欸欸、真的可以烧耶、欸欸、真的烧起来了耶、欸、好、哦、哇靠、欸、上一次是真的温度不够高，所以酒精温度只要到一定程度它一定都能烧。对啊，它整个烧起来了耶、欸、它是真的在烧。我本来以为烧不起来的，所以是上次我们用的温度不够高、嗯、真的是上一次我们的问题。我们先来比比看，一般版乌龙茶、生命之水乌龙茶跟生命之水，我们三种点起来它的效果如何。哎、欸，你有闻到酒味吗？生命之水超重的，我第一次看亲眼看到生命之水、欸、这样就没了。没有，等一下还要带它出去喝。对啊，没倒回去啊。来，三个都点了。我靠，太快了！火的旺盛度差很多哦，这样一看就知道什么的酒精浓度高哦。燃烧吧，火鸟！这样很明显的，生命之水特别的旺盛。我们一般的这种乌龙茶也点得起来，但是它的烧的火就比较弱一点。我们喝喝看一般的乌龙茶点火之后的味道有没有差。灭不掉啊！哎、欸，我这里很烫啊，白痴哦、喔！那个杯子的温度也不一样，杯子烧完我看你也急呗！白痴啊！连杯子烧完之后的温度也不一样，你就直接这样子握下去。你还想说哦热热的，是吗？哎、欸，这个好烫，这个超烫。就生命之水的哦，烧起来，它的杯子也变得特别烫，好恐怖哦！摇一摇，我冒烟呢，这样感觉有点像那个烧酒，对，烧酒的感觉。你们应该没有观众喝过这种烧过的乌龙茶吗？被火烧过的乌龙茶到底是什么味道？我们现在来喝喝看。口感如何？有一点温温的烧酒的感觉，很顺口哎、欸。因为我没有烧那么久，底下还是冰的，上面是温的，它会有一种渐层感，就是冰冰的那种凉感，然后配上那个酒的那种温的滑顺感，一次这样子进去，哎、欸，还蛮好喝的哎、欸。那我们接下来就出发，看有没有人要挑战这个乌龙茶跟白开水。欸、不是这种版本的，是生命之水版的。那我们出发吧。啊，
我们出来到了西门町，人潮非常的多，看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愿意喝我们的乌龙茶或白开水的人。基本上很简单啦，就是两杯，一杯正常的，一杯碧蓝之海版本的。那我们把这两杯拿给路上看谁要，谁愿意喝，然后另一杯我喝。好啦，走咯。打到天，然后不对，我们又不是来这里靠这个。那陪我们玩一个小游戏就好。什么游戏？就是你知道你能喝酒吗？不太。不能喝。那谢谢。不好意思。玩个小游戏可以吗？会这样？不好意思。我们玩个游戏，拍个影片，有空吗？不用。我们从天气好好的拍到现在下大雨。雨越下越大，结果还都找不到人，都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接受。那我们先换个地方去台北地下街看看吧。都没人。请说出你的感想。在西门町下雨，来到地下街，全部都关了，没有人。啊，我们要上哪找人拍？稍微再碰碰运气，地下街应该还有一些残余的人，可能路过的人啊，要去捷运站的人，再问问看吧。如果还不行，我们就回家哭吧。就真的只能哭了，都没人了，烦了。好，走了，找不到了，都几点了？现在几点了？11点嘞，随便抓一个来问问看，好不好？好啊。哎、欸，好眼熟哦。哎、欸，莫凡。哎、欸。哈哈哈。我们怎么这么巧？刚好要回家。好，我们在拍影片啊，都找到了，都没人啊。这个时间当然没人，好吗？你是在开玩笑？这个时间当然没人，好吗？要不要陪我们拍一下视频？可以啊。好，那我们来实验一下。你有听过碧蓝之海？有。对，那你应该知道什么是乌龙茶。我知道了。那个很可怕的乌龙茶。对。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准备了乌龙茶跟白开水。What？ 白开水有一杯是真的水，另一杯是碧蓝版。懂意思。啊，乌龙茶也是一样。乌龙茶也是一杯是乌龙茶，茶一杯是碧蓝版。哦，然后另一杯我喝，另一杯你喝。我们带的绝对有96%纯水，96%纯水，纯生命之水。啊，好，来，斜对角，斜对角，你要这两杯，对，好，这两杯你的，这两杯我的，嗯，点火认亲吗？我嘞。这个纯度96%，换这个。不要点起来。点起来了。哎、欸，你这蛮呆塞。两杯都点着。我们要证明一下。这烧不起来。没火。嗯。这边也是。这是真的烧不起来。完全看不出了，就真的很乌龙茶跟白开水。好，好，现在要喝吧。喝吗？这已经是看你喝了。干，白开水。哦，哦，啊，我也喝掉了。哦，这个真的不是作假。哦。我们明天还有戏，他是今天这样子玩我啊！现在的时间是几点啊？11点。我明天早上5点要到现场的人啊，他这样玩我，真是损友，就是损友。是还没玩完，还没玩完，还有。What？ 你以为你躲得掉吗？我们正常来讲就是2选1，只要你要嘛是喝水，要嘛是喝乌龙茶。因为我们一直找不到人，所以就。一次来两杯，然后我刚好又醉赛，一次两个都中。对。
一切都是命。哦哦哦！我看了我都怕哎。好啊，搞我来！掉掉掉！来第二个啦，我弄。哎，来，准备好了，来。为什么是四杯？让你选。让你选啊，跟刚刚一样选啊，看谁会中啊。换我选。哎。怎么办？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尽管选下去，我都干掉两杯了，四步。我先喝茶。这要跟观众也一样提醒啊，不能酒驾哈，我们都没有骑车开车，才能喝。压轴在后面，神明之水。干，这是神明之水啊。压。靠。事先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之后，反而会有那个心理压力哦。对，会有恐惧、绝望哦。干的，干的，干的。水，再立刻喝水，很烧，再立刻喝水，很烧，超级烧。我帮你准备好了，你要不要？其实你不管怎么选都会中标。干。这两杯也是的、啊，所以我是被暗算的。是，哦、oh. ，你以为我会这么容易放过你吗？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实验本身是很成功的啦，因为真的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水还是茶。哦、oh, ，我的胃好痛。那如果还想要看我们拍什么东西、拍什么影片的话，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哦、oh. 。